哪一台 LE 吗？这台吗？哦，好，不用加工厂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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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哎，飞虫，飞虫，飞虫！哎，不是，不是，这是宠物，飞虫，飞虫！把飞虫拿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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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完全不会开这台，不是很慢吗？没差，陪他们跑吧。陪他们跑一下，不然自己跑其实也蛮无聊的。破车欸，这台。好啦，稳着来就好了。让我抓一下感觉，哇、哦，好慢哦，一点前倾的那个感觉都没有，完全没有速度感的车哦。你知道车快车开久就是这个快速。感谢地，这里起票，好返票，应该可以贴吧。我有三就死了。再补一下，气补回来。U N， 这个 U N， 这 U N， 好，我们就正常跑就好了，轻松跑。轻松跑就好了。我知道是比赛车啊，你们有开 R C 吗？好哦，开啊，比较有趣，不然我跟边缘人一样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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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 C 吧，开个。噔噔。宫颈那是哪？哈哈，没人知道啊！哈哈哈。在哪？我没有要打舒适杯，我不打舒适杯，我只是陪他们玩而已。得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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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妈的，没人理我。六，原来是这个、啊。嗨，嗨，嗨。这是在干嘛？啊，我决定把那个静音了。嗨耶！我有这个想法啊。嗨耶！我有这个想法。我听不到你讲话。嗨耶！哈哈，不闹了。为什么精英还要开 RC？ 不能练才，不能开音乐，好吧？为了你们，我不开音乐。啊，不，什么东西？你说练才开音乐？练才不能开音乐啊 ，YouTube 会被锁的。干嘛练才啊？哦，什么意思？
啊 ，YouTube 会被锁音鬼啊 ！YouTube 不是有才可以练吗？哦、，YouTube 有才可以练是不是？对啊，你没有啊？我是问你啦，因为你要当我们的开春第一炮，你先去看一下有没有才可以练，我再。我是觉得可以练啊，我是觉得还好啦，还好。但是你那个申请过要等大概一年吧？啊，很，要会寄信给你啊。大概要等一年吧。没有，你可以自己去申请啊！你可以自己去申请啊！你可以自己去申请。连接那个账户不是要一年吗？连接账户一年。一年我都毕业啦！你活在哪个原始时代啊？为什么连接账户要一年？你是飞鸽传书吗？好，等他寄信来。你是鸟？啊、你是绑在鸟上面，然后被射下来，是不是？他叶颖，你要不要按 F 5啊？你的 F 5你网络用波接哦、喔。这张不是打完了？对啊，没有啊，重赛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重赛？重赛？没跟你重，没跟你那个的啦。好，重赛啊。啊。OK。地图是哪些啊？有人觉得不对劲了。有人谁不觉得不对劲？神秘人跑第一是不是？没有啦，刚才那个，刚才想算啊，刚才想算。哦，我还没换图是不是？对。八戒，哎，我想怪怪的，哪里怪怪的？没事没事，哎呀，咱们继续。为什么我就觉得你们起跑比我快啊？错觉，假的。我觉得我是夜影啊，很错觉啊，假的。这车怎么难开啊？哎、欸，夜影，嘿嘿，你还付几分了？几千。你要不要开挂哦？没有，你到后面他会加很多。我跑第七，他还加我十几分。ATA 8000分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我刚才连撞大概八九场 S3S 吧。他一直我一直被他我一直吃他分，好爽！昨天 API 只比我多100，他现在是8000哦，还8000哦，这么好啊！哎、欸，你们车有装加工厂吗？没有装、啊，好干净。死去皇后。哦，跑后面好开心哦，好啊、笑多！靠！怎么拍？哎呦，他妈 Huey！ 哎耶！嘿嘿，等，等，一很难拿的，我讲完整。哦，快完了。可以不要开气吗？拜托，我觉得你会拖过我哎、欸！你的角度还是尾流，哎、欸、啊，妈！哇，我觉得我来不及计分，那佛经第几？四。我第七，嗨。七，一，神秘人八，工程 together 五，皇后第几啊？啊，第三。好，下一张城镇手指，各位观众。城镇手指。史上最经典的地图来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、啊、打这张啊？为什么打这张？因为很难跑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豹哥，为什么你不打、啊？奖金太少。啊、哦、好，可以。跟他们想的不一样。史上最难跑的地图啊！正着跑、逆着跑都会跑啊！
救了。孔明，不太行啊，这样子。队友按来，好好好，良心哦，还好好人，好好，天啊，好良心的啊。谁啊？我不知道，那个第八的吧？超猛哦，不对，黑色的，黑色的那个 G O G O N E 不知道谁？对，那是皇后吧？因为他的头是黑色。哎，月影，嘿嘿，等，等怎么等？我要吃最后一个尾牛，还少一个。你要不要不要再来啦？哦。好了，你应该追不到我了。可以。你不行。可以。尾牛。哇哦，你们两个玩得好开心哦！哇，我靠，我输了。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啊，嗯，效果效果，哎，豹哥，啊，你订阅想用什么图片啊？我想用黑猩猩，哎，感觉很帅，好，不错啊，第一台订阅黑猩猩的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下一张海滨，哇，尾流图，自己跟车跟那么近哦，那这车真的是有够慢的，你要把比赛车，台服比赛台服比赛就不用这个车啊？为什么？啊？好难。你也好拿啊，游侠不是每个人都有啊，可是再来应该每个人都有。哇，对，来，哦，哎，有头可以拉哦。是新公司，我车老头，妈的，第七呀。那个都难跑啊！哇，有搞头啊！这个这一局有搞头啊！没搞头啊！没什么搞头啊！哦，谢谢恭喜宝贝！谢谢谢谢谢谢！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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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！你要付多少钱给我啊？这个不好说啊，不好说。我们私下再谈。嗯，私下私下。这个谢谢宫颈董内。哎，村村。彭丽甲七六五，神秘人，神秘人这么猛哦，好猛。好。那下一张，哎，RC 的声音会不会太大？观众们，我那没 RC 是不是？我调小一点哦，我调现在这样子，然后他不讲话，我调现在这样子会太大或太小或刚好，跟我讲一下。这是电影在讲话吧？OK， 差很多好不好？那你是要不要准备波接？
你车从头到尾没满过啊。我决定我不要跑第一名了，我要跟在你后面。哇，这个女生有什么两样？我跟在你后面哦，那气不会满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一票气是满的。你要习惯啊，台国车都是台车啊。然后还好我不打台服比赛啊。稍稍离我远一点，拜托。好，离你远一点。哇，最初的感动膨胀了，膨胀了。是第八确定了。能不能来点车祸啊？膨胀了，兄弟。要车祸，有车祸。黄鑫，我们是和平相处吗？不要喝两倍鸡汤。真的。豹哥今天开到几点啊？好，开到抢分抢完吧，十一点十二点都可以啊。反正洗好澡了，就直接等睡觉而已啊。我们这是十张还是抢一百？十张，好像中秋票好像是十张吧？对啊。哇，太老帅了，我天啊。哇，我跟你们的距离大概跟高铁通车的距离一样远啊。那你到哪里？板桥到台北是不是？没那么近啊，估计来个宜兰到台北吧。宜兰的。还有新竹到台北。可以现在有高铁。哇，不要嘴炮哦，我会放弃哦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这样图跑第一很恐怖。啊？不会吗？我觉得这样图跑后面才恐怖吧。我看到我前面一堆疯子，一个左扭，一个右扭，我不知道往哪走啊。怎么跑前面最可怕的图应该是高速吧？哇！我知道。啊！我头拉了。我在宜兰的豹哥。我在新竹。豹哥到台中啊！豹哥到台中啊！快跑啊！好啊，这是不够的，干嘛？有头可以拉，有可以有头可以拉，这是歪。啊，我拉不好。我先近一点，这样我们不能拉。哇，你什么时候跑到我前面的？哇！啊，这歪有头可以拉。我先不给过，不给拉。哇！好了，爆炸。哦、oh, ，nice！ 嘿嘿，谢谢豹哥 ，Daddy。没事，豹哥捞不到就没差。你有没有看过第一个弯，最后一个弯，第一到第六吗？就是这一场，谢谢。哇，我头好痛啊！
哦，港东在第七哦。没关系，你第六。没事没事。你分数这样记得起来吗？可以啊，来得及啊，我有那个积分计算器。可是你不是还是要手动上去？对啊，我 kick 上去啊。我已经练就一番功夫啊。好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们看一下分数，来一个分数战报。那算一算，留点刺激感。超猛的，连续两天跟他抢，跟他超猛的。他练超勤。他有比赛吗？有啊，听说他练整天。对吗？对吗？牛逼牛逼牛逼！哇！不能夸奖，不能夸奖，不能夸奖！哇！别下去。那是什么声音？我刚刚那个好像有画面。你说我跟那个皇后吗？你跟皇后，你们两个缠在一起，然后他就去了。缠在一起，然后他就去了，可以。可以。可以。他不跟牌，我就找你领钱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应该是不会不跟牌。但还好，还好。我直接让皇后去了。下去。公平一边过，应该是不会跟牌。只要我没去跟牌，你们应该都安全。啊，车真的是！兄弟，来点激情的对抗吧。OK， 来点激情的碰撞。来，我这边开机。你这没死？我才没有。拉巴啦！你这没死？没死没死。毛退速，妈的，太扯了吧！我被你吓死了，我真的。我以为被凹了。我手都抬起来准备。啊！我的天！牛逼！拍一个，火星第几？七，小草第五，夜影第一，公子第三 ，Together 第八，皇后第六。像是工地，工地。哎，为什么你要娶火爆可可啊？啊，因为豹哥被娶走了。那可以不要娶啊！我觉得火爆可可看起来超。没办法、啊，我觉得没有中文 ID， 大家认不出我是谁啊？不会啦，那你可以娶空干王啊。娶的什么？空干王。啊！我先走了。先去动你们了，来来来，看第二名是谁？没事没事。哎呦！好，先开这一招，从 TA 中，从 SR 用到现在，一样好用。对啊，一样好用啊，用完就第七了。神秘人真的是一个超出大哎！这战略，哇！哇，这个哇，感动感动，感动，再见了，感动被我。射在墙上了，这第八的在去。哦，现在是各种发出奇怪的声音啊！小草，哎、欸，现在才11点呢、欸，你们知道现在才11点吗？啊，11点怎么了吗？够了、啊？11点够了吗？不是要再一个小时吗？不用啊，还挺啊，该睡的都睡了，就差。嗯。跟你们讲件事啊，我满18了 ，OK 的。哈哈哈，听到吗 ？OK 啦。哎，豹哥，我发现你有点远呢。没事没事，
哎呀，十分跟八分也只是一个差。哦，啊，好，很好啊，你记着。不错。不好意思啊，兄弟。我靠，死皇后。啊！没事没事，你那你还是能第二。我操！这直接的。可以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不要再弄哦，你不要再弄我了，我第二就好了，我第二很开心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这样子我就想到以前啊，打家族的时候，我把杰中就那个苏打，把他从第二奶到第八，一个弯，对，还记冠军赛，我头好痛，哇，头真的很痛啊。哈哈，夜影被我射在墙上，觉得头很痛啊！你不是主音啊？哦，不是主音，是不是？是宫颈，是不是？连四被奶啊！他奶我哎、欸，他奶我 ！SD774410，感谢订阅。最头痛啊！不知道怎么跑。前面六台都可以尾刀了，直接被奶回第八。那个，哦，我发现我没有甩到，哎，呵呵，我来挡你们了，来吧 ，nice nice， 这个距离，完了，哎呦，我被顶，抱歉，没事没事。哎呦，你这个头朝上！我有事，我直接被顶歪哦！不要那么喜欢顶我，好不好？可以奶爆哥吗？我是今天不太约。OK 啦，要奶都奶了。你挡动一局吗 ？OK 的。挡动。嗨。我们就这样跑到终点吧，我很满足了。可是后面，后面有一个可可。想啊，等一下他们两个就会出事啦。后面有一个可可啊，我们先联手对付他。我拿第二就好。哎、欸，这里要甩是不是？完了。没事，这里可以甩，这里可以抽两颗啊，小飘两个，然后加大飘。哇哇，打特异赛哦！你知道我没气吗？我也没气啊，这个意思。哇，飞上天啊！哦哟，不要跟你拼了。哇，难过，我应该先让你过的。没气了、啊，你们都没气吗？我靠！没有，你知道我刚刚想再补一颗回来，但我发现前面有一台，后面有一台，我就很难受啊。没事没事。哦，佛经第三。嗯，原来你没气，都不跟你拼了。我就看你那边想拼，好像可以挡一下。来啊，各位最后一张啊，城镇水霜跷跷板，这没救了、啊，输赢。难度两颗星啊。哎呦，中段班的名次很接近哦。我几分啊？我觉得你们都38、39、40、41吧，真的、哦，好，很近了。哎呦，捡漏了！刚才来一个比较精彩的剧情啊，就是我没到，然后我跟感动单挑第一的。好，我看到了，也完全就不需要这种剧情发生。然后他已经自杀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刚才已经掉到水里了。你他为什么还在那里？
爆炸。哦呦，完了！完了！火星别来了！现在只有0.87颗星。我来啦，这个的。然后输哦，看到了，我都看得很清楚啊。哎呦，火星下去了。哎呦，哇！哎，我失败了。没事没事，咱们来统计一下分数。失败扣几分？扣5分吗？没扣啊，没扣。没扣，这是。好，我们第四，火星第二。宣判名次哦，跑完了、哦，跑了、啊，这么快？对啊，十张啊，还是要再一轮。我们直接抢一，来玩刺激的，抢一百，抢完睡觉。我是可以的。再来车吗？再来车吗？看你们啊，有油下无改吗？好，到那个、欸、有无改啊？要油下无改是不是？你们有没有油下无改？有油下无改就开油下无改啊。哎、欸，豹哥，啊，如果不小心把那个聊天室频道按出来，怎么样把它弄掉、啊？聊天室频道？你说你后面会闪哦、啊？对啊，会闪烁那个。你要重开跑跑了。哦、那我重开，那, 跑跑那我重开好不好？等我一下。好、啊，去吧。OK， 去了。等我一下。高潮是不是有加工厂的、啊？我那有加工厂。你的五改游侠。五改游侠。有啊。你不是剩几天？你不是剩天数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哇，你有几台游侠、啊？装啊装啊装啊！谁跟你比 SR 啊 ？SR 大家都不会跑啦。小草还是会哦。可以跑 PR 啊。不行，会被会到不了。那我们干脆跑 D。哎呦哎呦！加工厂的嘛，要开加工还是没加工？他的是有加工的、啊，那就看你们了。什么？你说无改油侠吗？对啊。你有没有改的吗？你油侠几台啊？我油侠只有两台啊，怎么了？一台无改，一台加工厂啊。那你们有加工厂吗？一台油改，一台加工厂。那你们有加工厂吗？我有加工厂。而且我的加工厂没有加满。我有红色尾灯 LED， 哇！哎呦，都有游侠哎，太会了吧？那就来吧，就游侠吧。加工厂吗？加工厂啊，是不是大陆加工厂啊？我没有，没差，无所谓。没有去猜，那就算了、啊。那有加工厂我看有加工厂，没加工厂我算了。没差吧，没差吧，好玩就好。没差，差不多、啊，没差。好，我再抽十张哦。来来来，揪过来，揪过来。好，看好了没？这是我们所有的地图，我要抽喽。好，抽出来了，仍然有城镇手指垃圾图。可以把那张图强制去掉吗？不行哦，我不比赛，我也不比赛啊。好，我们积分重设，然后现在是要跑十张还是抢一百？抢一百吧。那你用十张图不够吧？哦，那就够啊，有豹哥哎，够啊够啊，他每一场都拿第一，每场第一，第一十分吗？你不要张嘴炮 ，OK 啊？第一十分吗？十八六五四三二一啊。哦，那够啊。好，抽出来了，第一张工厂傻瓜陷阱。啊！工厂傻瓜陷阱，我这张图超久了。PR 确定？连续干加，他直接去加工嘞！哇，直接加哎！小丑，你也可以去用金色加工厂。现在合车几率有提升，就把车合到九代车啊，然后就可以换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懒得用。
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好，我有空帮你用。好，你有空的话，剩不到二十天，剩不到几天，你要帮我用，算了吧。我那时候是想说随便用一下，反正应该是没差吧。哎、欸，我有换位卡了吗？看有没有人躲你啊。看装完的，装好了，装好了。对猛。他又出去了，他又出去了。终极改加五了。加五是怎样？升级到加五啊？加五会比较厉害吗？一点点点点，车比较猛一点点点吧。了不起0.2。第一张是傻瓜。哇。来哦，开始喽，各位。好好好，来吧。我起跑好快啊！不多说了。喂喂，为什么你起跑比较快？我说要走了，各位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好像被推出去吧。我也可以。哦，好队友。这张不想出去。可是出去好像还不错，看你这样子。好，看看。哎、欸，那个春秋杯是什么时候比啊？九月十几啊？下礼拜六日，还是这礼拜六日？我忘了。阿豹哥，你不打要干嘛？啊？你有其他事吗？我没其他事啊。哦，这礼拜六要补课啊。啊，出去之外就没事啊。那不是可以打吗？为什么不打？不知道啊，就没有想要报。可是我蛮想讲比赛的，看能不能要到一个局员账号吧。他们这次有要开局员账号吗？没有，没有吧？但可以去要看啊。你问问看上次比赛密码改了。跟你没有，还是要跟上面讲。对，还是要跟上面讲一下。啊，是我讲啊。不然我去帮你问问看好了。好，可以啊。哎呦，干！滚着过，单喷，最难忘那一种过法，应该没问题吧？车先测完喽。不要来，不要来，不要来。OK， 大家网运要 OK， 网运要 OK。啊！魔星公司。我OK 吗？不太 OK。好，车先完毕。这好像是车险，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我现在第几啊？六、七、一，什么人？现在我现在问问看那个好。讲比赛、哦。第二张什么？第二张密宝，抢一百哦！不要忘记哦，抢一百。最喜欢豹哥当主播了。哦，我最讨厌了，每天当主播被喷。你这开五改真的是尾流一直爆了，好爽。他路线好狗啊，比我还狗，好可怕。好可怕啊！我被吸到了。哦，还有油箱。好吸哦！到底是谁说侧线 OK 的？我也是超吸的。哇！哎呦！哎、欸，这个，你直接被转哎、欸！对啊。好扯哦。有个大胆预测，太追太追，
我来个大打晕车前面会失误啊，然后会有一个大车祸。不，我要给你这个，给你这比较有希望，你知道吧？好，我走香香，你这消失哎，然后又跑回来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是不会骗你的。哇、哦，想秀是不是？想秀，想秀，我都看出来了。好，一二名准备车祸啊！剪尾，剪尾，各位，收割了。不，涛涛陪我吧。嗯？怎么了？来陪我吧。别啊！玩吧。我们要回终点啊！我知道我们要回终点。我现在不要互相雷，然后一起回去。你怎么死了？啊？没关系啊，我这场第七、第八，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差别，因为这场运气太差了。刚刚直接让我下去，我踩到你的头，然后飞起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。豹哥，我现在几分啊？啊，三分。啊，我在第几？第一，等一下我还没算好分，然后我拍个照，算好等奖。神秘人第几啊？第四，空警第七，特别的第五，皇后第二。啊，要爆分吗？我九分，佛心九分，小草三分，夜影二十分，神秘人十分，空警十分，特别的五分，皇后十二分。好，我现在三分。好近哦。好近哦！好，下一张，下一张魔女。慢点啊，我要找图啊。哦，好好好。我找不到。爷应该下来玩了吧？怎么下来玩？因为他前面太孤单啊。没有，我刚刚是收割的。没有，再讲一下算分啊！算分方式是18654321啊，然后没到零分。感动商量一下啊，商量啊，小口气啊，别，我不要等最后一个尾牛啊。这边就跟团底下一样，你们做一个很棒的车技。凹到一台，凹到。哇！太感动。商量一下。怎么商量？你下车嘛，商量一下。商量一下，你那个如果重点后面没了，你等一下啊，给个一分啊。我们全力配合，我们全力配合，是没什么关系啊，我可以等的，看后面的等不等。哦，我也可以等，我也可以等。我现在你先等我，你先等我就等。这个距离只能等0.87秒，真的，不服，跑不过了，你等不等？好，下去看后面等不等啊？后面等不等？问我吗？等啊，等啊。好，可以等。啊，你这个奶！我要等啊！我差点死掉了。哎，真的要等吗？没有了。好，看来你们都伪君子。我这到不了终点啊！七六五四，好，没机会了。没事，没事。你要是我 key 分数会有噔噔噔的声音啊？你说 key 分数吗？特效，对啊，你要把那个 Win 十的音效关掉。Win 十真的超烂的，不是我讲。你为什么不关 Win 七？
啊，因为来不及讲，我没用过温室嘛，他问我说要不要用温室，我说随便啊，用什么都好，因为没用过温室。温室让你锐不可挡，是那个东西吗？不是 ，Intel Core i7， 哇，哎，锐不可挡。哎呦哎呦，我都在看多比赛，然后都他妈的看不懂。啊，你不是有玩吗？我也玩不懂啊。啊？你打电脑有没有赢过啊？应该有吧。我都跟别人打，我是抱大腿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哦。哦哟，死蛮多人的，死蛮多人，赚。漂亮，这一波。这波真亏。直接赚两塔加一龙。哎，这个键盘。我靠，神秘人！漂亮，这一波。哎，一波一波赚。没事，那个尾牛，这尾牛不错，这尾牛，哎呦，这关精彩了，这关对吧？这一定会有人死，我们抓一下车距，我是要活着那一个。哎呦，我靠，漂亮，漂亮，还有我，一个不撞，精彩一。好，第三，我很感动了。我也是不吝啬献上掌声啊！这个不撞的过法，牛逼！我先立即啊，五、三、一、四。白痴，夜影的分数要越远了。下一张九份，对，我头好痛啊！欸，为什么你们不干脆开油改的？你想开油改的吗？我可以啊，反正现在车种都一样。可以为了你换，我们就直接换啊。既然要换吗？要换我就换啊。我觉得有改的起跑超快的，绝对死一堆人。刚好在这一张，尤其一整弯，刚好在这一张换有改的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、啊。没有非常怪怪的。好，死就死啊，没有在怕的、啊。那 Together 没换是不是没改啊？他没有改的是吗？不，还是他们根本没有，他们都有吧？哎、欸，我现在第几，豹哥？啊？很近，很近。我、哦、差第七几分？四分。四分是不是？好。很近。好。我跟你讲，我这场的目标就是跑到第七名。啊，不，第六好了。我第六好了，第六名跟第一名是没什么差别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你跟佛星差六分 ，OK 的。好。哦，这个起跑很可怕。哎，起跑有死过没怕过啊？哦呦哦呦！对啊，这个黄火，谢哥爱戴啊，我超低耶！哦，给我奶人，给我奶人！这个甩尾好难甩啊，这改车。痛苦是比较出来的吗？OK 的，大家以后只要五改都好开。啊，单挑了，单挑。没有，后面还有人的。单挑了，单挑。什么都可以钻啊。现在这个速度不能钻。还没打，车还没打。哇，我信你的操！哇，他不吸耶、欸。完了，这个名次。来点车祸吧！我突然发现油改的好快哦！不
错啊，这个不错不错。那夜荧光开什么时候第一耶？太扯了吧！感觉要看一下我给你的那东西了。哎，东西怎么不见了？下一张，下一张，反方向森林法夹弯，哇哇，不，这个也是气泡爆炸的、啊，差点让夜影没换到图就开始了，啊，我感受到了。哇，超扯的！我这年头还能用扫飘，我是不容易啊。我刚刚原本想说我要稳稳的跟在你后面，我就扫飘，一个一个小飘慢慢点，就点到第一了。就刚开始的时候。刚开始啊。因为你在这里面，那样最安全啊。好怀念扫飘啊！扫飘也不常用吧，就工地用得到而已啊。以前 SR 的时候都是用扫飘啊，我说我反方向身法，就是那个第一个桥过后。你说正方向还是反方向？反方向。正的跟正的跟反的都用吧，都有用啊。就角度错的时候。扫飘很好救啊，救车，就是救车。我有感觉感动在玩不同游戏啊。啊对，爱你们了。我挂机。不错。我对不起你。这边奶一下别人。那个车祸是谁弄的？宝哥。火爆可可吗？我。没有，现在豹哥不是他的，他是火爆可可。好，火爆可可啊。不好意思。我刚才抖内你耶。你抖内我啊？啊，你抖内我分是不是？对啊，你还在抖我。谢谢你就抖内我一场啊！不要再抖啊，抖完以后没钱啊！哇，以后跟我车要远一点，我常自爆啊。欸，不会吧，要失败真的回不去了，早知道刚刚就挂机还跑这么辛苦。你可以跟我商量的。我回终点然后失败。我第几啊？第三。哎呀，商量。没有啊。我是第六。你要什么？然后我第二。好。你要能来一啊。好，报分数，现在火爆可可35分，佛心23，然后小草20，夜影56，神秘人29，宫井23 ，Together 18，皇后28。好，那收第七了。我下一张地图是，下坡道。我干！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我这样就保三了，七二保三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不是七二，七一保二啊，好，七一保二。不给商量就这样，就是他。他说我吗？不是，那个白色飞机的。白色飞机的。哇！我怎么？为什么又是你？这个不是我害的啊，这是神秘人。哇！又我。这是神秘人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哎呦。你特别喜欢奶我，特别。哇，这对我有意思。哇，这被你发现，好害羞啊！小年纪就提早发现自己性向是好事啊！哇，对不起。
我又失败哇！攻击，那你发现你的信箱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信箱正常。我刚刚打开新世界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要打开新世界，我还没。哎、欸，我总第二了，完了，这是一个不好的讯息。换第一了，完了。我跟各位讲啊，我叫做第三，大家知道我要干嘛？坐而忘一啊！你怎么还可以有第三啊？你刚把我们奶成这样。玩的游戏是玩了，哎，更好更好，我先准备。啊，哈哈，是不是？哎，漂亮。啊好，第三桩，第三桩，真的太棒了。佛心感觉很恨我，哎，佛心很恨我。就是终点前，佛心没气在那发拖。我感觉佛心超恨我的，我直接把他凹了最后一个弯。一到七，我天啊！哇，强化残包，有没有一张？有没有一张我熟悉的地图啊？来了，不是这一栋啊，不是这一栋啊，五六是谁没记到？五六是谁？我忘记有第几了。我是第三，夜影舞，然后这个六，我直接我不走左边啊，我要靠着起跑直接走右边铲地。天命哦！怎样？不要再防啊！我不会干那种事啊，很可怕。没差有尾的，这种是不亏。哦呦！你们两个加油了！鬼牛，听我的刚好就好，听我啊！我从来不走里面，因为我不会走。等一下，我就跟你路线跑。我跟你讲，我绝对要跑第二名，跑到最后一张，最后一个弯了、啊，我当牛头。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你的招车机后面就要来了。哦哟！电影真的不错啊，我蛮喜欢你的。不说啊，这个给个十分吧，兄弟。给个十分吧，兄弟，别啊！刘永和在这，刘永和在这。哇操！那个尾流。哇，你真是挥挥衣袖哎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直接把我干了，干、欸、了就走了。那个尾流超强的、欸，我的天啊！好，我是小胖，听起来不错啊。我是小胖，头又开始痛了。生命第几啊？第八，攻击第六 ，Together 第五，皇后第三。等一下。下一张，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月光水城，月光水城、欸。我问你，最后那个我要怎么防？没救，等输。没救啊，那个没救。内内、啊。好，没救，等输。内内也没救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他是最后一刻，他最后一刻吃到尾流，直线超过我的。我距离够远的话，我也够不了他、啊。没有，那你只能挡。你没挡的话，你不可能防下来啊。我今天也在那里被三 S 的尾流过啊，超扯的。
我操！谢谢各位。啊。谢谢各位阿呆。哇，这个好可怕哎！相信这个弯，我干全大的熊，大家还余悸犹存啊。我们要干你，你赶快捡，赶快捡。我是先可怕、啊，你知道的。哇哇，你怎样？我把推上去了。我滑起来了，你把推了。哇！我们这个，你这个路线是怎样？没戏啊！我来。打断比赛。谢谢。我。哇，我刚想凹。谢谢。然后就凹了。谢。干，快滑！哇！我以为你那个第二给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不凹了。阿里嘎多，没关系，上一场我奶先还你，没关系 ，OK。你知道我那个弯连续转两次吗？最酷、欸！你知道第一个被我害的是佛心吗？你知道他第八吗？哦，皇后第一，皇后分数好高哦，要过我。下一张什么？下一张月光水之啊，不是，城镇天下第一关。来，我宣告一下战况啊，夜影75分。赢了。战况就这样哦。对啊。好，战况就这样。哇，没蹲他。OK 啊，没分台就这样了。我看到有人开机过机，漂亮！唯一开机过的撞墙了，第八。你不是在我后面吗？我在你后面啊。对啊，我说那个。那不就等下开机过啊？我操！我们两个待在后面捡。你先走，我觉得你太危险。OK。意外。欸，你们可以直冲这一关，你们可以直冲一下吗？他不给阿斯。那我直冲了，各位再会。我操！各位再会了。哎，我发现。豹哥，你运气真是最好哎、欸！天助我也啊，这我也没办法，一个弯直接上到第四啊！哎呦，这个我也没办法。欸，白痴，我分数只有弄十格哎、欸！所以现在爆了吗？刚好第十格啊！记起来啊，然后到时候再好，豹哥63，然后佛心公司34，小草39，夜影85，神秘人43，空警31，D
这边的三一皇后六十，我多少？啊，你三九啊？好，我三九。啊，自己算啊。嗯。没差啊，大概再两局就结束了。没有那么快的。下一局手指，其实这个通常一张图会有四个正向跑、四个逆向跑的神奇图来了。你说第一个弯过后吗？对啊。啊，神奇图。哇，这一关，我直接硬干那个，最那的那一个。感动，商量一下，不好说。让你练比较好，不要去死。我心公子，哇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宫颈是自杀、啊。哦哟，豹哥！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歪了啊，知道吗？前面跟了一个杀人王，哇！人没有在睡一辈子啊，鬼牛！哇！啊靠，被歪了！你杀了一个杀人王。你知道我没有一个 U 弯贴过的，我觉得这个跑法不错啊。我贴了一个，我就变第八了。我只贴一个，我又杀了杀人王。你这图简哎，默默的耶，这图真的是神奇。八分嘛，这样，微微到吧，微微到吧。白痴师傅开个撞到房子，应该不会没到吧？到了吧？哦。我刚刚才买推卡房子里了，九十，我多少？有记自己分数吗？我七六，我六四，打出来，自己记一下哦，自己记一下。来，我 key 一下，报分数。小超，晚安。我们要自己报吗？嗯，自己报。自己报啊。哎，豹哥说你开学了吗？啊，我开了，开一个礼拜了。开个礼拜了。嗯。那你现在咧，你是每天都开吗？没有欸，看情况吧，看心情吧。就看心情好，心情坏。哈哈，一百。OK。他一百？OK。他一百吗？一百我 OK。我忘记他多少了。五十三，他打五十三，他打五十三。啊，我六四。哎呀，我跟皇后同分哦，这么紧张。官员，我六四。啊，我有这样广告吗？我先按，谢谢这位观众，忘记了。不一定会有广告啊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没有啊，应该没有，我今天开整天还没按过，我等一下按看，没有就算了。
跑，你们跑，你们跑，你们跑，我不争，我不争。哇哇！感谢港东的抖内。他说：“这场比赛就有人在通风管挡，感觉通风管有一只好没有。”第一个地要到手了吗？等一下，感动也要等那个我啦，感动准备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一起人家等那你，看看。啊！我操 ！Get together，Get together， 又是你。七十分，谢谢各位。这样过后，我跟那个皇后的分数拉开了。没事啊，是黄金危险机关、啊。那个有滚石头那个，给你，给你。哇，太难了吧！给你。感动几分啊？九十哦，九十五啊，九四。你要站在后面喊那个选手准备比赛开始啊！是要这样的对吧？再比一个赞，你有没有喊过那个、啊、Spider Fight？、啊、你到底有没有喊过这东西？没喊过啊！啊我打的时候就个人赛了，哎，也可以喊一下啊。没有啊，我们喊都喊还有内呼啊。是的，哦呦，刺刺的，我感受到了。我觉得你有点危险、啊。你说皇后吗？不会啊，我现在赢他五分。我没有点危，但是我真的一直倒。你这样狙狙的话，我应该可以守住第二吧。不会让皇后第一吧？不会啊，我一个残影给他看。你给我来了。哎、欸，豹哥，好凶，是好香啊！哎呦哇！你再秀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。啊，不会，他第一。他八分，我四分，我赢一分，我赢一分，还没结束啊！我没有第三，啊，我没第三，还没结束。你第几？我第四啊！你要秀吗？元首长，我是会乱撞啊，还没结束啊！我这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怎样很危险吗？我这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差一分嘞！哎、欸，等下把分数打出来好不好？把分数打出来，打在那个大厅上面。九九。九九啊 ，OK 啊，九九啊，你挂机挂个五场，我们再跑好不好？工厂就结束了。下一张是机械。好。哦，所以我第几啊？
我忘记了，打不知道打 RC 上面吗？然后有人没打 RC， 不是啊，我说大厅，他说大厅哎、欸。哦，好吧，七四。哎呦，七四。啊、所以皇后七三是不是？皇后七三，我七四啊。应该不会有下一场了。你们来买枪了一个，买东西没用啊。所以你今天发那个文是什么文啊？什么三分钟你们知道的？那什么东西？在这里不好意思讲啊。讲，你只有三分钟啊？还是怎样？怎么只有三分钟？不然怎么不好意思讲？你台人太多，我害羞啊。讲一下什么资料啊？等一下你关台，我撕你啊！哇，你蛇吗？我撕。对。我跟你危险？不会啦，你忘记我是谁了吗？我夜影，不要抖，不要抖，我很害怕。先退避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完了，我完了。那现在在我这边，但是这种事情我实在干不出来，我良心不安呢。哎呦！哇，你真的让豹哥玩啊！哎呦，我不是故意的啊！他可能压力太大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皇后掉了、欸！皇后现在是来第七吗？皇后掉了！我有夜影！哇靠！我操！豹哥你去哪里？公子你下来好不好？公子你去哪了？不，豹哥你去哪了？我这个公子你下来好不好？我是假设摔，我是假设摔了五格嘞，你去哪里、啊？不懂不讲。各位，两个单挑了，各位。谁单挑？不有两个五三吗？谁跟五三？我是七三啊。我七六。我是七三吧。爸，还是多少去了？没有人加赛、欸。我忘记了、欸。没有人加赛。反正我应该是六三啊，我七一啦，我七一，我刚刚应该六三吧，对吧？对吧？没关系啊，七三跟七一没差多少啊。哇，我觉得七六跟七八也没有差多少，没关系啊，差不多。我们再来个最后一场，好不好？我们来一场这个最经典的地图决胜负啊。怎么样？好啊，来啊，来 ，OK 吧 ，OK 吧，来啊！好七五啊，好，那就七五了。关台前还要消费我哎！哇！你怎么这样觉得？啊，没有啊，不是事实吗？我们不好吗？不错啊，蛮好的。对啊。我有夜影的车。可以这样停下过来，真的假的？哎呦，完了！看来我要赢啊！
我要找天谴。这样是算分了，对不对？当然算啦、啊，怎么会不算呢？被人越了，漂亮。哎、欸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可以再讲什么？我听不清。有人下去。啊，他说越了。OK， 我听到了。哇，嗨，豹哥，嗨，嗨，豹哥，牛逼！我们不好了吗？欸、很好，很好。哎、欸，我有暗号，过吧。哎、欸，皇后，皇后又赢了，我天啊！他会掉啦，相信我。他又不是我，他掉了、欸。哈哈，我靠，顶哥，完了！哇，单单单，有人掉了！我 OK 啊，我 OK 啊，我 OK 啊！哈分数都自己打哎、欸，哇！哇，这游戏感觉越来越难了。我发现皇后也会演哎、欸。哇，你怎么觉得她演？我发现皇后也会演哎、欸，演得不错啊。现在呢？现在，哎、欸，所以分数多少？分数多少？等下分数多少？不是说好最后一张吗？要打出来、啊，我要知道我第几名。130。等下，我刚我忘75吧。好，我觉得这个抢分最后已经走样了，分数都自己打。好啦，我们真的在最后一场啊，好不好？真的最后一场。啊，好，那图给你选，图给你选，图给你选。真的吗？大家图给你选啊。你要选很奇怪的吗？不太妙。不会啊。我选一张不奇怪的。不奇怪的哦。这张怎么样？这张怎么玩啊？你用过？只有你会玩哦。跟起跑会死去的那一张，不会啊，起跑不会死去啊，起跑会死去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选一张大家一定都玩过的，这个怎么那么难选啊？这样慢工出细活，我慢慢磨，我看一下什么地图。好哦。我是不是听到抖内啊？哦，对啊，为什么抖内又没跑出来啊？但是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啊，有声音啊，连我都听到啦，感谢抖内，感谢抖内。你是没有设定好吗？我怎么可能？有放在 OBS 上就可以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抖内没看到。啊，我想到哪一张图了，各位。就这张决胜负吧。好好，这张不错啊，这张我充满满满的回忆啊。什么回忆啊？啊？二年冠军赛啊，最后一场。为什么我记得是宙斯赛啊？三连刷？不是哦，那个例行赛哪有什么好记的、啊？哇！哎呦！为什么起跑那么惨啊？
你们来飞桥啊，来输给我。我呀，哇你，哎呀，哇塞，漂亮各位，看叶一，哇，演的不错啊。没有，真的要飞桥啊。你把我跟你的命都飞啦。然后有爪头，有个掉了。啊，他怎么走外面了？兄弟，可以啊，兄弟。兄弟，妈的，你不让我不进去，我也不让你进去。干爆了！豹哥，你要转呢、欸？当时转一下啊。那边转我都会 fail 哎、欸。多练多练。先走一步啦，兄弟。哎、欸，你知道，我前几天开台就有一个小兄弟，我就掉下去像你那样，然后他就给我按了一个热键。嫩，对不对？先走啦，兄弟。然后我聊天室就刷了。那个神秘人，我刚才跑雪山，我撞墙，我被他过，然后他回一个热键，嫩。那是按到、哦。我头超痛了。